是路边的乞丐。这次课外实践，有人去搬砖，有人卖早餐，有人摆地摊，就你们三个不务正业，我倒要看看当乞丐能有什么出息。黑死人，我先睡会儿。当乞丐只会睡大觉。炸、睡觉大会现在开始。溜了。恭喜你赢得我们懒人睡觉大赛冠军，这是你的奖金一项，请亲自接受。我也行。少爷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妈，也吃的。刚刚我想吃的，完了。你竟然打败了入侵的外星人！我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复仇者联盟，和我钢铁大侠、绿矮人、阴阳人一起拯救世界。妈，真的吗？哎，这份英雄保密协议你签一下。真的吗？我签。这也能行？哎，商品呢？ Round 3，我好惨呀！路过的大哥大姐，谁给我100几十万换换？你是来搞笑的吧？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男主，签了这个合同，来当我新电影《美人鱼大战哥斯拉》的男主角。这次我一定可以拿奥斯卡奖。真的，导演也没搞错吧？小平哪有演技？什么演技？这不是妥妥的小鲜肉，乞丐变明星，有噱头就有流量，你懂电影市场。您是懂营销的，前面那些，你看我们不也成功了？签证，仔细看看你们签的都是什么？被吃鸡，这就是毒鼠少的下场，早晚被人骗个精光。